楼梯这边站有行李输送带。Feel like falling deeper, cold and nice, 난 너무싫어기다리기에는너무길어저던내사各位，我们终于拖着行李顺利的 check in 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我们这次呢住的是一个在蛮热闹的地方，然后我们饭店楼下呢就有一条很像是夜市的街，我们目前还没有搞清楚那条街是什么街，但好像蛮多韩国人在那边吃宵夜啊喝酒的。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住的房间。一进来之后呢，左手边这边就会有一个全身镜，然后它还有可以让你挂衣服的地方，然后左边这边呢还有一些热水器、水杯、卫生纸，下面有冰箱跟保险柜。然后这边呢就是厕所的部分，厕所它是做干湿分离的，马桶在这，这应该是个免治马桶吧。哎，不是，它就是个一般的马桶。然后这边呢就是洗手台的部分，在马桶跟淋浴间的中间，然后有附一些牙膏牙刷，然后也有洗手乳、牙杯，下面有一些毛巾。然后右边这边呢就是淋浴间，整体来说非常的干净又很宽敞，它有附沐浴露，还有护发的跟洗头发的。房间进来的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床，它是给两个单人床，然后中间有隔一个小小的床头柜，里面就有一些插头啊插座，还可以控制灯之类的。然后这边呢有附一个电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桌子，一个类似沙发椅的椅子，跟墙上还有挂一个这种木头椅，如果两个人要坐在这边的话也可以。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白天的光线应该会蛮好的。然后外面呢就是我刚说的那一条很热闹的街，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住的房间，真的非常难订，好不容易才订到这一间算在蛮市中心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查了一下我们住的这个站呢叫做中路三街，然后这一条街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跟妹妹都觉得这个饭店它的一楼看起来蛮奇怪的，但是它其实房间里面算是还蛮正常的，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房间，不会有那种很多桃红色的霓虹灯。我觉得整体算是还蛮干净的，然后地理位置也还不错。主要是因为呢，其实我们这次很早之前就订好这阵子要来韩国玩，但是一直都没有订饭店。我订完机票之后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到了大概前两三个礼拜才想到要订饭店。然后这个时候饭店都已经变得超级贵，因为毕竟是清明连假的时候，很多在这种比较热闹的地方的饭店都已经订完了，不然就是价格超级无敌高，到什么六万、八万之类的。后来我们订的这一间呢是八个晚上25000还是28000的样子。如果以平日来说这个价格住这个饭店我觉得是完全的不值得，但是呢廉价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能订到这个饭店。所以这个饭店我个人是没有到超级推，如果你有提早订饭店然后你不是在这种节日的时候来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可以不用订到这一间没关系。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吃一间24小时的马铃薯排骨汤。饭店里面呢它到处都有这种桃红色的。我们搭到明洞站，然后来吃这个原汤马铃薯排骨。这里有中文的菜单，然后我们就点了他们家最有名的这个马铃薯排骨汤。这个小的其实蛮大碗的，应该蛮够我们吃。然后它的泡菜很酸，对，很好吃。赞，终于吃到饭。好吃，紫竹叶，紫竹的味道，排骨汤，这算是我们的晚餐兼宵夜。它这一锅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韩国的芝麻叶，还有很多这种超大的排骨，跟马铃薯冬粉，还有年糕。这里面的年糕超像面疙瘩的，吃起来很有嚼劲。吃光光，太饿了。我们在韩国的第一个白天，然后现在10:30左右，我们要出门了，去吃早午餐 ，Go。我们现在已经在汉南洞这边了，然后今天的行程呢应该就是会在汉南洞这边逛街，因为我觉得这区真的是非常的好逛，所以就先带妹妹来这边逛。然后我们要先去吃一间早午餐叫做 LTP。 这
yourself and hope it all goes well. 我们要吃的就在这一栋。Maybe this time I could do it better. Love someone and they'll just give you hell.我们点了一个法式吐司，然后它好像会因为季节换不同的水果。我们这次是吃到草莓跟香蕉，还有蓝莓，然后还有点一个蘑菇面，它的面是这种宽的笔管面，然后还点了一个番茄浓汤跟一杯奶茶，感觉很赞诶，是白酱的蘑菇面。酱真的很浓郁，我很喜欢这个面，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很有嚼劲的。嗯，还有草，对，那个草，哦，真的有布丁的感觉，真的，它是这种很像布丁质感的法式吐司。这间真的很好逛，基本上蛮多设计师品牌都在里面的，然后一楼都是韩国设计师的品牌，然后 B1 的部分呢就是比较偏向国外设计师，楼下的价格会再更高一点点，衣服可能都在10,000-20,000台币之间，然后楼上的话呢可能就是5,000-10,000左右。我这次没有看到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就没有买，然后妹妹买了一个毛巾啊，浴巾，对，因为它那个浴巾的牌子呢是跟 Lucy 跟小故事联名过的。刚刚 Beaker 那个巷子转进来就会到这一间，也是大家来韩国必逛的。这边都会放狗狗的水碗耶，现在继续往巷子里面走，这边也有很多小店可以逛。妹妹主要想要看 Rockfish，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有卖芭蕾舞鞋跟雪靴的一间店。现在有在卖雨鞋，这一间呢也是非常多人会来逛的，然后里面的人超级多，因为它店面很小。Heard it from a friend, she was in her bed,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Said it was the truth, she came on to you.Yeah, but you let her knocked me over 10 feet forward. Never knew I could sleep alone good. I've never been better. You're probably out there somewhere missing me. Wish I had an ounce of sympathy.我找到这间咖啡厅，想出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还有户外座位区。
们两个都点了冰拿铁，它的杯子超可爱的，两个合在一起就是 Frankie， 中间还少了一个 A N， 有点三杯，我们这样拿对吗？ Didn't change a thing, damn it, you blew it. And you're probably out there somewhere missing me. Wish I had an ounce of sympathy. Yeah, I tell my friends it always. 给大家看我刚刚在黑胶店的战利品，这个是妹妹的，她买了三片，两个 Tyler 的 Creator， 一个那个。然后他刚才在犹豫，他要买一张还是两张，结果后来两个都买，全部都买。我的是 Harry Style， 那个超，另外一个是 I Wear。这边就是到处都会有这么斜的楼梯要走，超级累。我们后悔走这一条路。我这一年从来没有走过那么多楼梯。对，我现在已经非常的喘了。现在可以先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喝完咖啡决定来逛这一间，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叫做 The Open Product。 哇，我第一次来它的实体店，之前都是去选物店。跟各位报告，截至目前为止呢，我都没有买任何的东西，除了黑胶唱片。我是不是很节制？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们要去的是 Awesome Knits， 它是一间帽子店，就是专门卖帽子跟一些小包包的，然后可以去看一下小配件。Closer, but you're more in a way. I know it's just a recap, but I'm sure you'll never see that. Rather take it all back. Maybe it's time to get home. Think that it's going a little too far. 我选了一个超可爱的云朵的符号。我们已经逛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想说吃个晚餐，虽然现在还很早，但是我想吃一间排队美食，所以要早一点过去。那好像是在卖五花肉，好像是烤的，也有那种豆腐锅。就是这一间，每次门口都超级无敌多人在排队。它这里的菜单呢，其实就只有这个猪五花肉跟大酱汤、青酱汤或者是泡菜锅，然后我们就点了两人份的猪五花肉，一份是150克，然后还附这些小菜，小菜是可以续的。等下就会在这个铁盘上面烤。它这个是为了接住它流下去的油。我们点了清国汤，然后清国汤呢好像是韩国这边一种会发出臭臭味道的汤，我觉得闻起来有点像虾酱，感觉很赞耶。还有这个芝麻油的酱，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特制的这个，这感觉很好吃。这个也是配着那个肉吃的，大蒜。我觉得刚刚那间蛮好吃的哎，因为其实网络上的评价还蛮两极的，然后我一开始就有点小担心，但后来吃了我觉得蛮不错的。我觉得肉单吃就没那么好吃，一定要搭配它所有的酱料跟一些小菜。它厉害的就是它小菜，对，我觉得它小菜非常的厉害，然后嘴巴呢非常的臭，所以我们两个在挑战，还卡一堆东西。我们今天来到试水洞这边，然后找了一间咖啡厅，算是早午餐。
所以我想说先去吃午餐，因为真的好饿，我饿到肚子都在叫。然后等一下吃完之后呢，就会在圣水洞这附近晃一晃。但是因为礼拜一很多店会没有开，所以我们就碰碰运气，有开了再进去逛。然后晚一点呢，我们会想要再去霞欧亭，因为圣水离霞欧亭其实蛮近的，所以想说就安排在同一天。我找到的早午餐就是这一间，非常多人推荐，然后它有点难找，会在这一栋楼的三楼。What do we done? Oh, the wild, and it... 它的菜单呢，只有品项是英文，其他全部都是韩文，所以要翻译一下。我点的这个是无花果干三明治，它里面是有柿子干跟无花果干的，感觉很厉害。然后妹妹点的这个呢是帕尼尼罗勒奶油的口味。我们还点了一个气泡饮，它可以选葡萄、梅子、苹果或芒果，然后我们选的是葡萄。我的里面有满满的芝麻叶，我的最爱。然后这个是柿子干，我目前没有看到无花果干的。哦，真的耶，不差。嗯，我们点了之后大概不到十分钟，大概五分钟送上来了，超快。它除了柿子干之外，还有柿子酱，然后搭配起来我觉得蛮好吃的，甜甜又咸咸的。嗯，好的。嗯，对，我来试试看妹妹的青酱帕尼尼，它里面真的有地瓜哎。妹妹点的这个地瓜有够厚，大概有两公分。那个三明治我觉得吃到后面有点太甜，所以如果是想要吃柿子干三明治的话，我觉得可以跟别人一起分着吃，就是一人点一个不同的口味，然后各吃一半。因为我吃了两个，真的觉得超甜。想说先来逛这一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开，但是后来开的 Beaker 到了，就在这边。第一次来耶，好大一栋，而且我刚以为就只有前面这栋，结果后面那一栋好像也是。它是这样子，两栋连在一起的，真的好大一间哦。我们先从这边开始逛好了。它还有户外耶，一个顶楼区。经过这间复古文具店，进去逛逛。我们来逛这间我之前乱走走到的一间选物店，它超大的，然后有很多层楼。我们刚刚在圣水洞那边逛街，逛到下午的时候，突然觉得好累哦，也逛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想说可以离开圣水洞，先来霞欧亭这边喝一杯咖啡。我们查到了一间，它是那种有蜂巢的咖啡。我们两个都点了招牌的这个蜂巢拿铁，好久没吃到蜂巢，上一次吃是以前东区有一间很红的蜂巢冰淇淋。
这个在吐蜂巢的时候蛮不美观的，店员叫我们直接吐在这个卫生纸上面就可以了。我们来霞欧庭顺便逛这一整栋，有 Gentle Monster、Tambourines 跟 New Take。我们已经逛差不多了，然后现在想说准备慢慢的晃去我们要去吃晚餐的地方。然后我们刚走过来这边的时候呢，路上看到一个超多人排队的店家，后来我上网查发现它是一间吉拿棒，然后大家都说什么首尔最好吃的吉拿棒，所以我们就想说先来吃吃看，然后再搭地铁去我们要去吃雪浓汤的地方。我们买了一个原味的，然后还有一个生巧克力的，它是直接加一个蘸酱。我刚才想说我们的好像都长得一样，我们两个一致认为真的很普通，完全不需要特地的来排队。如果是经过大概排个十分钟就算了，但如果呢要排很久或者是特地来的话，我觉得完全不用。我们点了这个招牌的雪浓汤，里面就有这个面线，还有一些牛杂。我刚刚加了葱，然后现在加一点胡椒粉跟盐巴。等一下有位神秘嘉宾要来加入我们，八零八他临时决定要跟我们一起来韩国玩，所以他订的机票跟我们是不同的时间，他会在今天晚上的凌晨到达首尔这边。嗨大家，我现在要出发去台北的那个桃园机场捷运。距离上飞机还有一个小时，然后我现在整个饿到受不了，所以我决定我要在登机口吃牛肉面。对，320，需要饮料吗？不用。当一个 YouTuber 真的好累哦，就你要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然后你还要拿着相机，然后拿着相机的时候，你还要就是找到一个方式把它举起来，然后在很多人的旁边讲话。就是有时候其实那个压力感觉还是蛮大的，目前感觉是不容易了。天哪，我牛肉面好了。这个面蛮 Q 的，而且汤是好喝的，所以我觉得以一个机场食物来说偏给过。我现在要好累，我还天哪，我到了。你头发好湿，你不摸不要吵，这是我的司机，他人超好。拜拜。然后他跟我说这里叫做秋路，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在等一个计程车，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不是就会问你说要去哪，就是有那种排版的，然后他就说奥迪卡哟，然后我就想说奥迪卡哟，是你要去哪里？你知道？然后我想说哇，我有看韩剧，我听得懂。初知初体验。808也是第一次来韩国玩，我们是先在台湾的代购买好的卡，超可爱，一人一张，合体。好后悔哦，只是刷个捷运卡。捷运。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来吃这个孔林一只鸡，要排个队，蛮多人的现在。他不是说不如平常繁忙吗？可能平常是会排到那边去巷子底吧。
我之前来韩国吃是陈玉华一只鸡，然后很多人就推荐我要来吃孔林一只鸡，他们都说孔林比较好吃，但也有人觉得陈玉华比较好吃，所以我这次呢就是要来亲自体验看看到底我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好期待。我们点了1.5只鸡，然后桌上那些呢都是小菜，我们还加了马铃薯，等一下还会有刀削面跟年糕，怎么样？好吃吗？那个酱超好吃，泡菜好好吃哦，是那种台湾吃不到的味道，很酸的那种啊。原本有应该蛮普通的，结果很好吃。这是我在韩国吃过最好吃的，太夸张了。这些好吃，我觉得比陈玉华好吃，而且真的。大家一定要来，我已经饱到就是需要在路边睡一觉。这家请排进行程里面。主要就是要来宏大这边逛逛街，然后顺便吃一间我期待很久的甜点店。上一次我们来首尔的时候 Mindy 推荐的，然后我跟 Iris 因为礼拜一来，然后碰到他公休，所以就没吃到。我这次想说我一定要吃到，他这次会有很多那种水果的甜点，但是他会依照季节的不同去更换那个水果。我们这次去的话可能会碰到草莓，我也不确定，然后夏天有时候会有桃子或是其他像是橘子等等的。我们经过一间咖啡厅，想说现在买一杯拿铁，今天都还没喝咖啡。Okay, thank you. 我们点了冰拿铁，那家好喝哎，它这个很甜，它点的是香草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般的拿铁，因为刚好先路过这一间我觉得必逛的选物店，所以我们就先进来逛。店员就会在 IG 上面发他们跳舞的影片广告，你慕名而来了。这个阳台他们就在那边，对，他们都在那边跳。我们到了，就是这间要去吃草莓甜点，希望还有草莓。这间如果你要后位的话呢，一样也是需要韩国电话，但是如果没有韩国电话的话，店员会给你一个他们的专门等待排队的 IG， 然后等一下可能会私讯你之类的。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呢，就刚好碰到有位置，对，超幸运，所以就坐下来了。然后刚刚在点餐的时候，店员就给我一张图片，然后问我说我是要哪几个，然后我就说哦，我是要这张照片里面全部的东西，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很思考的样子，但他觉得应该不是要全部的东西，但后来就讲了超久之后，发现哦，要这个照片里面全部的东西，他是怀疑。然后我们刚刚点了3杯饮料、4个甜点，这样的价格呢是大概台币1000出头。我觉得像三个人分下来，算是非常的便宜耶。因为其实，在台湾的咖啡厅，有时候一杯那种草莓的饮料就要180-190。三个人点满整个那个草莓餐，然后才1000出头台币。对啊。嗯，各位就是这样子，才1000多台币，好扯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里面包的是红豆，就是红豆草莓馅的一个饼，然后这个是冰淇淋松饼，然后里面是旁边一堆草莓，那边那个是应该算是戚风蛋糕吧，然后左边这个巧克力的是布朗尼。饮料的话，这个是草莓茶，那个是草莓牛奶跟草莓气泡饮。大家看过这个甜点已经够 crazy 了。一刻都无法怠惰，狂拍，每一个都超美，日
很草莓吗？其实全部都是草莓的粒，对，它不是果酱，而且是真的草莓，所以你很像在吃一个很多水分的草莓。好喜欢这个，是不是很像在吃一颗真的很大的草莓？我觉得很刚好哎，这个的甜度很赞。哎，喝到牛奶的地方还不错。它这个饼是热热的哎，真的、哦，嗯，来干杯，干杯。其实我觉得它撒那个焦糖粉跟肉桂粉就是很夹。很我已经逛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跑来拍贴机，然后他们两个现在整理头发，你们不太夸张？哇，露出一个韩式爱心刘海，好临时抱佛脚。这边有超多头饰可以选，然后也有离子夹可以用，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头发。是这样吗？哦，你要哪一个？黑白也好可爱哦，我觉得正常，好正常，正常。现在开始下大雨了，我们来吃饭。在网络上找到了这间，感觉蛮赞的。我们决定直接点它上面这个套餐，有两人的套餐跟三人的套餐，就有附这个可以烤的猪肉跟猪肉泡菜。然后三人的话还有增加一个冷面，这个是他们最经典，然后最多人点的东西。这边的生菜都可以自己来抓。这边的小菜也可以自己夹，超级无多。这泡菜猪配饭超好吃，很下饭，然后又很辣，很赞，在宏大附近很方便。今天天气很差，下大雨，然后我们今天排了室内的行程，要去如意岛的现代百货，但是呢，先在我们饭店附近吃个午饭。也是最近很热门的一间餐厅，它有超多分店的。然后我发现我们饭店走四分钟就有一间，找到了，就这间。给大家看一下菜单，感觉蛮厉害的。我们应该会点这个最经典的牛排，然后帮你点旁边这个鱼。给大家看一下我点的，我点就是他们家最招牌的这个牛排饭，然后吃法也蛮特别的，要先搅拌之后呢，把你想要吃的干的分量放在这边，然后接下来剩下的你就可以加汤，然后变成汤饭。这一顿还蛮清淡的，就是它没有像我们前几天吃那些食物一样那么重口味。牛肉很嫩，加了辣酱有变好吃。到了如意岛的现代百货。现在试这件裤子，它超可爱的，口袋是做这样子爱心。先去买杯咖啡。这道
逛百货的话呢，我蛮推荐大家可以逛 B2 的，因为 B2 那边就是会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然后甚至很多汉南洞的品牌在这边都有柜，所以如果是像今天下雨天的话，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或是想要找个地方避雨又可以逛街的话呢，我非常推荐来这边的 B2。 好，我们现在在楼上这边，楼上这边超美的室内庭园的感觉，然后现在都是花。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还有碰到圣诞节的时候，它就是一大堆圣诞树，它闻到一点点花香。对，虽然这些大的花呢都是假的，但是它闻起来真的有个花园花香的味道，不知道它怎么弄的，超美的，很多人都在那边拍照。我们在拍的就是这个拍贴机。因为我们不小心呢按成两份，它一份就是两张，我们以为是一张一张的选。哎，它修图修得很不自然，它修图修超多。因为这几天已经逛太多街了，然后刚在那个现代百货里面，我们也觉得都是我们前几天有逛到的品牌，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在下午4点的时候来东大门这边汗蒸屋。我们要去的那间是开24小时的，然后网络上也是非常多人推荐。很传统的一间汗蒸屋，今天没有开，临时休息。天哪！先在路边随便吃个小东西。我们原本要去的汗蒸屋，它现在在休假，没有开。就是因为我们要去的那个 P 市叫 APM Place， 它要8点才会开，晚上8点，所以呢，我们就先去一个专门在卖饰品的 P 市，一整栋都是饰品。去看看饰品的，关你屁事！如果是想要找饰品跟配件的话，这间蛮推推的。因为到晚上8点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晚上8点之后才可以去逛那个东大门的 P 市，所以我们就想说先来吃晚餐。这间晚餐呢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条街呢全部都是韩牛的烤肉店。我们现在找他网络上看到的那一间他觉得必吃的，大家可以认明是绿色这一间，这是我们找的哦，好吃的牛肉。这间是有中文菜单的，还蛮方便的。good。敢吃啦，我可以试试看。那我来试试看，真的可以吃吗？结果他说，哎，那个是要烤的。就一个是血，一个是牛肚，然后我觉得生吃口感其实不错，只是是压力大到让我现在有点觉得我等会拉肚子。挑战新事物，其实不难吃，对不对？它有一个蛮重的味道，它后面会有蛮重的牛肝味，对，然后中间没什么味道，但是你在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生的，它是生的，生的。其实我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姐妹，你要不要吃？我吃看这个，会不会太小啊？那其实就是牛肚的味道，感觉好厉害哦！真的呀，好吃吗？真的假的？好。但我觉得应该，因为它是清蒸的，对，是好的。
哎，我觉得那个牛肝很好吃，超辣，不要吃这个。他刚刚跟我说那个糯米椒不辣，然后吃完就觉得大爆哭。甜的肉，肉超级好吃，推推，超级赞。上部肉羹很跟我的综合拼盘。再买一个乔村炸鸡。我们点了拌拌的炸鸡，一个是大蒜的口味，它是大蒜酱油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辣味的，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辣炒年糕在这边，不好不好吃，我有点忘记它的味道了。然后还送了一瓶可乐，吃宵夜。早安大家，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行程要先去广藏市场去吃一些小吃，然后我还想要再去吃糖饼。上去广藏市场的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其他东西都没什么吃到，像是很有名的那个麻药酥饭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吃，所以我这次就是打算直接安排中午去当做吃一餐正餐的吃广藏市场。传说中的黑色塑胶袋。我们随便找了一间看起来卖超多东西的店，就坐下了，因为太饿了。超级巨大的大炒年糕，好可怕！这是我平常吃的三倍大。我们还点了这两个韩式冬粉跟水饺。大家都在排糖饼，误打误撞，原本要排的是糖饼，结果排到这个。这个好像也很有名，超多人在排队。买到了，我们只买了一个，然后它闻起来有点像是吉拿棒的感觉。啊，投这些，投这些。这个很好吃耶！我要吃起来像是拿双胞胎去沾吉拿棒的粉。耶、yeah.。这糖饼有一个甜蜜酿的味道，就是有点酒味。然后结果我们觉得这家比较好吃，不小心意外排队的这家。韩卤菜，我们点的这个是绿豆海鲜煎饼，它里面有好多虾仁，它里面有那个豆芽菜，是绿豆的豆芽吗？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吗？我觉得很脆，特殊的味道我没什么感觉，是吗？我刚吃了一口，我觉得它这个饼很清爽，因为刚看到外面它用超多油在炸的时候，我就很害怕说它吃起来会有油耗味，但我觉得其实没有。然后加上因为它的饼是用绿豆去做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会跟一般的面皮不太一样，不会那么紧实的粘在一起，它会有一点松散，然后最后也可以吃到一些绿豆的颗粒的感觉。蛮厉害的。他刚刚一直说要在那边买海苔，然后就说要不要去乐天超市买就好，然后就坚持要去阿嬷那个摊位买。然后买完之后呢，那个阿嬷就一直对着我们说他是欧妈，然后我们两个是女儿，然后一直比我们的脸，然后说很像还怎样的。他说耶波耶波，对，耶波是漂亮漂亮。然后我还跟他说 yes yes，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妈咪，然后你就 yes。他说欧妈，然后我就说 yes。我像他们两个的妈妈吗？哎、欸，我认真的，你问一下所有人，我像他们两个的妈妈吗？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对哦，哈哈哈哈哈！刚八零八说想要回去跟那个说她是我们妈妈的阿妈拍照，然后呢，阿妈就抱我们，然后一直跟我们说一些我们听不懂，但是看起来就是很感人的话，没错。所以她一直抱我们，然后我们在路边大爆哭，所以。看我们现在眼睛红红血，我们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答应我们，如果你有来广州市场，记得去找阿妈。对，我们把照片放在这边给大家。在姐妹饭包的对面，没错。然后我们现在去喝咖啡，转超硬。我们来的就是在广藏市场这边的 Onion， 它其实有蛮多间分店的，然后这间好像是新开的。我们点了两杯冰拿铁，好可爱的包装。
他应该是特别为这间店做的，像这个贴满满，对，跟这个袋子一样，超酷的。然后这边还有这种透明的帘子，很像韩国路边的小吃摊会有的。我们刚刚原本的行程呢是要去首尔塔，要搭那个缆车上去，但是呢因为天气实在太差了，然后今天又非常非常的冷，我们刚刚走到一半就觉得说算了，那我们先不要上去好了，因为今天上去的话其实也看不太到首尔塔，所以就改成在明洞那边逛街。我个人来了两三次韩国，从来没有来过明洞，想说还是可以来看看，虽然大家都已经说明洞没有什么好逛的。我们看到我原本要去的首尔塔了，在这边远远的看到它，好想要吃这个糖葫芦。Thank you。我们点了辣味的猪脚，这也太大一盘了吧。很夸张，然后旁边一堆小菜，跟一个蒸蛋，还有冷面，好赞哦！这小菜里面有一个鸟蛋，好可爱哦。终于出太阳了，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穿韩服，这位坚持想要穿，然后结果我们约了一个超早的时间，早上十点，太早，真的太早了，下次会约晚一点，如果还有机会再穿的话，不会，应该没有机会，只会穿一次。我们租韩服的地方选的是这间 One Day。我们已经换完韩服了，给大家看我挑选的，我选了一个绿色，然后下面穿的是我自己原本的鞋子，所以看起来很好笑，而且我里面还有穿牛仔裤。我觉得韩服它走路走起来是非常的不用担心，就不用担心要跨小碎步或怎么样，还蛮轻松的。你们看后面这两位，你好，谁啊？特写一下你们的裙子，哇，你们的是灰色的，然后上衣是有点蓝色的感觉，还有绑这个，好像一个阿姨穿衣服的树。这个裙子我很喜欢，绿色的。然后拿的是白色的包包。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租韩服的整个过程，因为我是事先在网络上面就预约好的，因为它现场我们刚刚看到牌子挂说今天份已经全部都额满了，建议大家一定要事先上网预约，然后一开始就会让你挑你的上衣跟下身，你就可以先去试穿一套，试穿这一套如果你觉得不满意还有一次可以更换的机会。然后其实我第一次试穿这个裙子我就觉得蛮满意，然后后来他说我的上衣有点偏短，所以他就让我去换了一下我的上衣。最后呢就是挑一下包包或是一些配件等等的，你也可以请他帮你弄头发，配件一定要拿这种，然后他那边可以帮你绑头发，他就帮我绑这个。他们那边就只有一种发型可以挑，就是绑往后的这种马尾跟辫子。我们这次租四个小时，他有那种一整天的，然后我是觉得四个小时就蛮够了，而且穿韩服进去景福宫的话呢是不用门票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出发前往景福宫，我已经到景福宫了。换上这个衣服之后就是疯狂的拍照行程，这边拍拍那边拍拍。
I stare in those eyes, get lost in them. Now trust me, this time just a phase. If it goes well, there might just be a wedding ring. Wanna fill your cup with someone and coffee. Wanna tell you all the promises I wanna keep.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 give you the warmth you need. So can you take this chance? I want you, girl, grab my hand. I don't wanna be stuck in a situationship. Just let me know I'm down to risk it. I don't like temporary love. Seeing all these couples while I'm scrolling through the gram. Thomas and Zendaya, I want all of that romance. Give you what you need, not what you want. I don't like temporary love, love. I don't like temporary love. Wanna show everyone that we lasted. Wanna go through miles and miles, yeah. Go through hell and back, yeah. Begging when you ain't beside. 我们来拍拍电机，想要穿这样子拍一张，一定要的吗？虽然我这个已经被我解掉了，我不知道怎么放，先随便买一个。对。这个也。我们已经换回现代的衣服了，感觉好奇怪，刚刚穿越时空一样。然后我们想说现在先去喝杯咖啡，这边有一间 Onion， 总共 Onion 好像就有三间分店，然后我已经全部都去过了，如果这间也去到的话。这间的话就是那种以前的韩屋改造成的，所以它会比较复古一点，我自己是蛮期待的。耶，可以挑面包了，终于排超久的。我们大概花了四五十分钟，终于点完餐，然后终于可以坐下来吃东西。这家排太多人了啦。然后我们点了两杯冰拿铁，一个是香草拿铁。然后甜点的话呢，因为它蛮少的，所以就是要一直等它上。然后我们在最后一刻等到一个草莓塔，赞。I never thought that this would hit me so quick and hard. I never thought I'd flip. I never thought I'd miss your heart. But this turned to shit that we can't fix and girl.这个焦糖蛋糕上面是 cream cheese， 超好吃哎！我们又搭了一站，然后来这个土俗村生鸡汤，这间好像很有名，希望有位置。这间餐厅里面也太大了吧，有个院子的感觉。对，里面超大的。这个菜单也是有中文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店，很多人都会来吃。我们的人参鸡汤来了，然后原来它就是附一个这样子一小罐人参，大家就可以把它加进去。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海鲜煎饼，808点的是乌骨鸡，这个是人参酒。人参酒，为什么给我那么美？祝你人生长长久久。先喝吗？人参回甘呢、欸。
他说这个可以在吃饭前喝，也可以加进去喝，然后也可以吃饭后喝，就是你想喝就喝，就是你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加这一小罐要贵4000块，100多块，还好。我想偷吃一口你们一般的鸡，现在整个是已经有点太粗糙了。我们刚刚吃完那个人参鸡之后呢，现在要再搭回刚刚那个租韩服的附近去北村那边晃晃，所以大家如果要排行程的话，可以先把北村跟租韩服还有景福宫排在一起，之后你们再来吃这个人参鸡。但是我觉得人参鸡就是很补，但是没有到特别好吃，我觉得它海鲜煎饼比较好吃，跟人参一样苦苦的，不会特别好玩，还是不错，对，还是不错，还是可以吃。好的，我们现在前往北村。好嘞，这里已经太像九份了。我们爬超多的小楼梯，加油！给大家看这边的楼梯有多斜，就隔一个巷子而已，我们就变得那么高。爬超多楼梯，这里就是北村，然后这边有很多韩屋。哇，这一条好多人。是人参鸡汤。太补了，我直接流鼻血。你是流鼻血是怎样？拜拜，拜拜，台湾见。我们刚刚目送808回去，因为他是今天晚上凌晨的飞机，所以他现在已经要去机场了。然后我们两个呢想说要吃个宵夜，刚查一下发现附近有一间无人的泡面店，因为我还没有去过这种无人泡面店，听说可以加一些鸡蛋还要加起司什么的，感觉蛮酷的，所以就想说走过去看看，因为刚好在我们饭店附近，我没懒得再跑去其他地方了，所以就吃这个。今天超冷，今天3度。那不要面对，就是这一间24小时的无人泡面店，外面贴了很多便利贴，我们进去看看，好酷哦！这边有很多泡面可以选，先来这个机器这边选择要吃的泡面，结完账之后呢，再过去那边拿。请把卡请出。我们还买了饮料，所以直接在冰箱里面拿。我要一个。我的里面还有小熊猫、小浣熊，加一些豆芽菜，嗯，还有泡菜，还有葱，跟这个腌制的萝卜。然后大家就有点搅拌他们的泡面。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在这边煮的更好吃。它这边还有一些盐巴、胡椒粉跟辣粉可以加。如果你觉得泡面不够的话，还可以加。但我觉得泡面是原本就超级咸了。对。哦，我们要跟我们的房间说拜拜了。我们最后一天想说来圣水洞这边晃晃，因为妹妹想要买的东西在圣水洞这边的 Beaker 有。然后呢，我自己想要逛的就是 Martin King 的旗舰店，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是那个现代百货那一间。然后我有一个想要的裤子，它没有我的尺寸了，然后它也没有办法查分店的库存，所以呢，我想说直接来这边看看。它换它外面的装饰，之前是涂鸦的，现在变成 LG Styler。Never let you hurt yourself. Heard you counted down from the weekdays.
顺利的买到我的裤子了，有我的尺寸。这间店的货比较全一点点，然后袋子超可爱的。我们刚好经过这间店来买个 bagel。我点的是橄榄的，然后里面点的是原味的，还是选了一个酱。刚刚那一间 bagel 店我觉得蛮不错的，它的 bagel 不是那种特别扎实的，所以如果你只是经过想要吃一个小东西不要太饱的话，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他也买到他的东西了，我们任务达成。我们路过一间感觉不错的咖啡厅，进来买杯咖啡喝。我们点了两杯冰拿铁，然后发现他这家有名的好像是茶。Cause if it does, we're gone.